大家好，我是超抵食的 Leven。 话咁快又过咗一星期啦，咁我今日咧就会嚟到北角嘅 High Centric 酒店啦，试下佢哋嘅 buffet。 其实 High Centric 咧就系 Hyatt 集团咧其中一个副线嘅酒店品牌。之前咧我都食过 Grand Hyatt 嘅 buffet， 咁我就非常之满意。入到嚟酒店嘅餐厅 The Farm 啦，咁面积咧都非常之大，同埋座位咧我觉得都唔算太逼，咁呢样嘢咧我都几中意。而今日就是星期六啦，咁可能酒店就做緊一個七五折嘅 promotion 啦，咁所以我發覺咧人流咧都算多噶。其實平時食 buffet 咧，我係唔食沙律噶，咁但係因為我見到呢個 salad bar 咧好正啦，有人幫你整埋啦，咁所以我就揀咗其中一款咧，就試下睇好唔好。三款沙律咧分別有Caesar salad 啦、organic green 同埋一個 buffalo cheese salad 嘅，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另外都有以下呢幾款沙律啦，係可以俾大家選擇嘅。呢三隻芝士咧，我覺得都係易入口，大家都可以試下噶。而 cooker 方面咧，就有沙拉美腸啦、火腿同埋有 parma ham 嘅。另外仲有煙三文魚啦，係可以俾大家選擇。我覺得呢間嘅 cooker 咧係幾有水準，因為之前我食譬如話好似美麗華、或者 W 啊，咁我覺得佢哋啲 ham 咧都冇乜鮮味，同埋都比較乾身嘅。咁但係呢一度啲 ham 咧，我覺得係比較柔軟啦，同埋食落去咧係有陣鹹香味喺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幾滿意嘅。至於煙三文魚咧，我就覺得冇乜特別啦。咁大家都可以試下食下嘅。另外呢三隻芝士咧都幾有驚喜嘅，因為平時啲芝士咧我都好難食，但係呢三隻咧幾易入口。坦白講，初頭見到呢個刺身吧咧，真係冇乜大期望嘅，因為佢個刺身種類又唔係多啦，咁我又見冇咩人排隊啦。但系当我拎到翻埋位嘅时候咧，我见到啲颜色又好似几靓喎，同埋你见到咧嗰啲刺身咧，佢系厚切嘅，就唔系话切到薄切切咁样。咁其中呢一个赤身吞拿鱼咧，哇，我觉得系好好食，因为佢哋啲刺身咧，我系食到有鲜味嘅，就唔系好瘦啊。同埋佢哋嗰啲嘅，就算欺凌鱼都好咧，系一啲都唔腥嘅。咁所以刺身咧，我系赞嘅，真系。我覺得今次 buffet 最弱的環節咧，就係呢一個壽司吧同埋凍海鮮呢一個 area。咁大家見到咧，呢啲卷物基本上大家都唔會食噶啦。咁呢啲前菜我都冇點過去嘅。咁至於你話啲青口啊同埋蝦仔咧，我覺得就真係雞肋咯，唔係好想食。今次 buffet 咧就可以獨立咧加錢係買酒嘅，咁紅酒同埋白酒咧大約就$90一支，咁而汽酒嚟講咧就$158一支，咁我覺得都算抵飲嘅。除咗酒之外啦，咁亦都有汽水咧係可以提供嘅，咁呢啲支裝汽水咧係任攞。咁大家咧中意嘅話咧，都可以飲多幾支嘅。另外咧，鮮橙汁咧亦都係即點即榨嘅，咁我覺得咧都係非常之正。話咁快咧就嚟到熱盤環節，咁不如我哋咧慢慢兜一個圈先，咁然之後咧先至睇下咧有啲咩食同埋逐樣咧同大家咧講解一下。我記得舊年食 Grand Hyatt 嘅 buffet 咧，佢哋嘅熱盤咧都係非常之有水準嘅。咁佢哋都係同人哋會有師傅咧喺度即叫即炒咧，同埋都係非常之有鑊氣噶。而今次喺 Hyatt Centric 咧個情況都係好類似，所以你大家都見到咧嗰啲熱盤咧，全部咧都係非常之有水準，同埋都係俾人清曬。
意盤方面咧，分別有豉油黃炒蝦啦，另外亦都有個宮保雞丁啦，同埋亦都有個川椒牛肉咁樣嘅。呢個豉油黃炒蝦咧，我係讚不絕口嘅。第一，佢啲蝦就好新鮮啦。第二咧，非常之夠味，同埋係非常之夠鑊氣。咁我印象中咧，我都食咗起碼有五六隻嘅。咁另外呢啲宮保雞丁啊，同埋啲嘅川椒牛肉啊，咁我覺得咧都係非常之野味嘅。而燒蝦方面啦，就有燒牛仔骨啦。燒雞扒啦，同埋另外咧就仲有一個嘅燒蠔嘅。另外佢都有燒牛肉啦，同埋亦都有啲燒蔬菜。蠔方面咧，佢唔係燒到咧熟曬嘅，咁其實佢都有少少咧半生熟。咁我覺得味道嚟講咧都可以嘅。另外呢個燒牛肉啦，其實我平時就比較少食。咁但系我今日咧就發覺呢個燒牛肉咧係非常之有水準，佢係好有牛味啦，同埋好嫩滑。咁自助餐嚟講咧，其實都比較少有噶。我嘅sauce當然係水準啦。燒味方面啦，分別就係有呢個嘅豉油雞啦、燒鵝啦、叉燒，同埋就有燒腩仔嘅。咁我每樣都攞咗一嚿翻嚟試。首先就試下燒腩仔先啦。咁呢個燒腩仔咧，佢個皮咧就非常之脆嘅，咁同埋都半肥瘦，唔係太乾。咁呢個咧都幾好食。至於叉燒方面咧，我就嫌佢瘦咗少少，同埋咧側邊就唔夠窿。咁呢個燒鵝咧就普普通通啦，唔係特別太過出色咯。咁雞我就覺得都係一樣，就唔係話特別重雞味嘅。接下來就是咖喱的 session， 這部分來說其實都會有一些咖喱和類似中東菜是來到給大家去選擇的。那我 就只是吃了一個咖喱雞，那我覺得這個咖喱雞其實的口味都比較港式，那我相信都很容易給大家接受到的。平時意粉我就一定不會吃的，吃buffet，不過因為我見佢都真的幾有誠意，同埋亦都有個芝士輪咧，係喺上邊咧煮，所以我就試下。咁首先咧，佢落咗一啲嘅白酒啦，然之後咧佢落咗一啲嘅忌廉，所將啲意粉咧係擺落去煮嘅。當煮到咁上下，個汁開始收乾啦，咁佢就將個意粉咧就擺喺呢個芝士輪盤上邊咧，就用啲熱力咧就將嗰啲芝士咧就煮溶佢。咁大家見到咧，其實佢都喺個表面咧掛啲芝士咧落啲意粉度噶。咁然之後咧，佢就撈勻佢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再將一啲碎芝士咧就揀喺上邊。咁然之後咧，就可以上碟噶啦。呢個白酒忌廉意粉咧，係有少少酸酸地嘅，但係出奇地好味，大家記住要試嚟到。吃了咁多嘢，最好就喝個靚湯咧，潤一潤下個喉嚨。咁今日咧就係青紅蘿蔔煲粟米，都幾滋潤噶。終於咧都嚟到咧甜品環節啦。雖然呢一度嘅甜品款式咧就唔係話太多，咁但係咧我夠膽講咧，其實佢都係咧樣樣咧。都可以講係非常之好食嘅，咁我轉頭咧慢慢逐樣同大家介紹。食甜品當然唔少得靚茶或者靚咖啡啦，
咁鋪飛咧都提供咗咧好多種類嘅茶葉咧，係俾大家咧慢慢選擇嘅。咖啡同甜品咧可以話係一個絕配嚟噶。咁而呢一度啲咖啡咧又大大杯啦，同埋有好多味道可以俾大家揀，咁包括咗會有好似 cappuccino 啦、latte 啦或者 espresso 咧都可以揀嘅。咁我今日咧就揀咗 cappuccino。大家見到襯埋呢啲咁精美嘅甜品，係咪覺得好正呢？我覺得呢一度嘅甜品咧，是我近來食鋪飛之中最出色的。整體來說，這裡的甜品是比較甜的，所以襯一個五樂糖的咖啡我覺得是剛剛好的。而最好吃的就是這個焦糖蛋糕，大家記得點。這個幸福摩天輪的雪糕迷見到一定覺得很幸福。我分別嗌咗咖啡、意大利奶凍同埋士多啤梨味雪糕，咁三隻我覺得都幾好食嘅。唔知大家到時嚟到會唔會轉下轉下轉曬啲雪糕翻去自己嘅位度咧？另外呢個橙酒煮 pancake 咧，我又覺得係必食嘅。因為首先你見到咧個賣相就好吸引啦，同埋我印象中咧都唔係好似好多鋪飛咧係有得食嘅。如果各位觀眾咧知道點樣整嘅話咧，你喺 info box 話俾我聽啦，因為其實我都想自己喺屋企咧再整過，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另外咧食呢個嘅 pancake 咧，襯埋呢個雪糕咧，又係非常之正嘅。咁所以大家咧記得食多幾嚿。呢餐鋪飛咧，我五月訂咧係有七五折價，不過而家六月份咧都依仲有。折實咗之後咧，每人350元，咁我覺得咧都算抵食嘅。又到超評分時間啦！我對於今日鋪飛嘅食物質素同埋環境都滿意，但由於凍海鮮方面比較弱，所以性價比只得3分。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記得 share 我這條影片和訂閱我超抵食的頻道。下條片再見啦，拜拜。